哦，他现在归宿，那可以看红蝶的般若相啦。哦，可以变哦。变脸啦，这是，看他别的皮肤。哎，我怎么感觉这绿孔雀跟紫孔雀的这个般若相的面具怎么好像差亮度差有点多啊？绿孔雀好像比较暗的感觉，这样让我们可以看清楚那个粉樱的细节了。你看，粉樱，红色的粉樱的那个细节终于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再看一下别的，哦，这个血扇很好看哦。这个血扇用这个红蝶的美人像的姿势走路还挺好看的，挺适合的。呀，血扇的般若像确实很好看哈，对吧？仙鹤的，好像也很适合啊，仙鹤跟血扇都很适合的。近看一下这个，哎呦，好卡哦！看一下这个，哦。好看呐、啊，这是。看一下蓝皮。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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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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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